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成。喜欢这个替身解说系列的观众们，麻烦多多三连支持一下阿普吧。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JOJO的奇妙冒险不灭钻石之中容易被人忽视，但真实实力极其强大，并且进入概念级别的替身，他就是美容师石彩的替身灰姑娘了。这个替身的名称 Cinderella， 是出自著名的童话《灰姑娘》。自然，按照花木老师的用意呢，更应该是出自同名的美国重金属摇滚乐队才更为符合。这个替身的外形啊，在原作中拥有顶部聚合的头冠装饰，头部被完全镂空，双眼戴着夸张的墨镜，嘴部和眉心都被黄色纹路封闭，穿戴尖锥胸罩和宽大垫肩，身躯和四肢都由树根类金属杆代替。没错，在原作中啊，灰姑娘是具备四肢的，只不过呢，在之后花木老师想起来这个替身没办法在本体后面以美观的姿势站立啊，才删掉了下半身，替换为圆球状的漂浮态，而手掌则是有着如同瓦片排布器一样的奇特装饰。据这个装饰呢，也正是他能力的核心。灰姑娘可以使用能力记录所有被其能力触碰过的生物目标，并且他们的一切外貌信息都可以被储存和释放，更改在另一目标身上。根据石彩的命令，宝石时长也不尽相同。非但如此啊，其更强大的地方在于被更改的目标同样可以根据石彩的意愿而影响命运。要知道，在荒木宇宙中，其余能力呢都是次级，只有时间和空间以及重力能被称为王者，而在其之上的则是命运了。类似绝对灾厄的泪之车炫与奇迹与你，以及绝对好运的黑呀。至于这个灰姑娘，本质上呢也是属于此类级别的。在原作剧情中，石彩用灰姑娘的强大能力开了一家自己的单人美容院，凡是进来的客人啊，她都可以询问其期待改变的生活方向，随后用其替身能力更换其身体的一部分，并且定下一个规矩。例如在漫画第十卷第二页中，和油花子所约定的规则便是每隔30分钟必须使用他们美容院的唇膏涂抹来延续替身能力，否则将会失效。实际上，在本质上而言呢，灰姑娘的替身能力，即便是本体死亡，依旧会存在于目标身上。具体呢，参考石彩死亡后的吉兰静依旧化身为川口号座，直至阴间小巷。至于为什么石彩要和每个客人都定下不同的某些约定，这只能说是花木老师的一个个人爱好以及创作角色的设定。毕竟石彩是一个希望成为灰姑娘故事里赠予 Cinderella 南瓜马车和水晶魔鞋的魔女，而她这么做呢，也是相当于在 cos 自己的偶像吧。包括后来定下的规定也能随时随地取消啊，例如如果选错将永久佩戴错误的面容，能够根据石彩的命令更换成正确的啊等等。可以说啊，灰姑娘的替身呢是一个十分强大的辅助类型的，只要提供面容瓦片，并且还能通过触碰随意拆卸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换而言之，如果你的外部受了轻伤，只要不是断胳膊断腿或者是脏器受损，那么灰姑娘甚至可以做到治愈效果。而很多人所提到的康一本来就打算和油花子和解啊，其实啊，多数人呢看待好运以及命运本身呢，就是站在结局的角度去审视开端，自然会犯下基本的错误了。若是在现实世界里啊，自然是不存在这些替身超能力，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因果轮回，一切都是数据和统筹现实罢了。但既然是在虚幻的作品世界，这个角色具备着能更改命运的能力，并且还用其开了一家常青的店铺，自然就不用反复怀疑了。康一对油花子的释怀确实有前提因素，但如果不是油花子更换了面容后内心也发生了改变，没有灰姑娘这个替身的契机，一切都不会有进展。正所谓顺水推舟，如果你这条船永远停靠在港，那么至死也无法抵达终点。灰姑娘正是让所有试图转运的人起到了一个开头的作用，并且在一路上提供了足以让你轻松欣赏风景的好运。爱情这感觉啊，就是如此的奇妙，欲速则不达。与其说是改变和康一的恋情，不如说本来就是改变油花子自己的处事方式。凶恶霸道的性格也好啊，急躁自私的行为也罢呀，都是会影响一个人命运的细节。毕竟这种玄之又玄的事情，很多人其实都不认为有这种替身能力的存在。所以我们通常说啊，信则有，不信则无。既然原作中存在了，你也不用去否定它。至于是好运呢还是厄运呢，那也得看石彩老师的心情了。比如说吉良吉影吧，更改了自己的面容之后呢，他的行为处事啊，也导致了早人的警惕以及追查，更不用说他老爹的捣乱了，自己几十年杀人都没被发现，这回反倒是被小孩子拍到了证据，更甚者是无敌的倒退时间炸弹也被自己给破解，最后呢则是丧命于车轮下，讽刺无比。如果说吉良吉影在这之前，哪怕是在早已聚集了一大堆替身使者的杜王厅里，都杀戮数十年是顺风顺水，可以说逼迫石彩用灰姑娘改变容貌后呢，确实啊是增加了自己平静生活的难度。另外不少人在意的他为什么不用涂唇膏，也就像是我之前说的一样，在被逼迫
迫的生死状态下，实在根本没那么多心思搞自己的魔女兴趣。而且呢，在漫画原作中啊，时间线和动画差距其实也很大。有花子去食材美容院的事情是发生在胖仲被杀之后，用于在剧情上调节气氛。也就是说啊，吉良仅仅杀死胖仲后，所有人齐聚一堂警惕杀人魔的时候呢，食材根本就没有登场，根本没有预料到后续事情的发生，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每个人的规定也都不尽相同，毕竟美容院总是得卖点东西呢，要恰饭的嘛。而如果破坏了规定，那么根据施展的替身部件啊，也有不同的惩罚效果。至少在油花子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毁容、面庞剥落、指纹被毁等等。而吉良仅呢，则是在死后脱落了脸皮。很多人认为啊，是被车轮压的。不过以我来看，那种程度脑袋其实都扁了，体身面板破坏力低。要说的话呢，勉强能拖动人体的手臂和大腿，可能无法做到将整个人搬起来，本体呢也是虚得很，说话跟要死的人一样。这是原作设定，速度、射程、持续力、成长性 C。更换的速度呢，完全可以被油花子抓住并且反制，射程呢更是一直绕在本体身周数米内，持续力呢则指的是替身显现的时长，替换部件的时长呢根据约定的内容而定，成长性呢则是没剩多少，估计进化出命运的事儿也是不久之前了，不然的话这一家美容院早就名扬整个日本，而不是只局限于杜王厅了。精密度，哎，毕竟要做手术嘛，精密度少说也是得达到徒手捏肉牙的程度。好了，接下来回答一些收集到的粉丝提问。一，他有水晶鞋吗？答案是，既然你真心诚意的发问了，那么我就大方的回答你好了。如果食材老师真的和对方定下了需要在刷电影后回家的规定啊，并且给了对方一双水晶鞋，要求必须穿着，那么这就会成为二者之间的约定。至于水晶鞋本身，食材能开一家还算大的美容院，并且买的东西还真不便宜，并且卖的东西还真不便宜，考虑到客人并不算多，店铺也没倒闭，自身经济水平呢，估摸着还真的可以支付得起，毕竟人造水晶也不贵啊，天然水晶咬咬牙也是能够做得出来的，但是呢，大概率还是客人买单。二，他能换开着替身能力的马杰特的脸吗？答案是不能，虽然改命呢属于概念效果，但需要触碰的话呢，还是会被物理免疫的。三，命运的改变具体可以到哪种程度？多举几个例子。答案是，在原文中有明确证实的最高能力呢，是可以让人和知名艺人结婚的程度，下面呢则是和富人结婚以及更低的层次。然而没有明确证实的则是可以导致意外死亡的程度，比如吉良仅被车压死。哎，我不是说吉良仅的最终失败是由灰姑娘导致的哈，而是说死法或许有关联。四，话说他收集的这些五官是怎么收集起来的？换掉的这些五官从基因的角度上讲是会一样的吗？会有排斥反应吗？如果换了眼睛，那么虹膜这种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特征会随之改变吗？答案是，按照漫画第十卷第二十五页的说法，外加我之前也说了，他只要被使用过的能力啊，都可以被重现身体部件。至于基因角度，这是替身能力，小子，而特征则是最基本的能力效果了，自然是的了。五，灰姑娘换脸只是一个外貌改变吗？还是说脸的物理性质也会真的有改变？比如说如果将格里 A 来整容，换脸后眼睛里的白内障也会被换走吗？还是只是看起来不同的白内障这个结构还是有的？答案是，无法确定啊。灰姑娘替换部件的深度，如果说格里 A 的虾深入神经整个都废了，那我不好说。如果灰姑娘本来就不接入更深处的器官损毁部分，那我也不好说。我知道了，根据剧情需要。六，护送旅行者可以覆盖灰姑娘的效果吧？反之呢，灰姑娘不能对黄色戒指起效。答案是，第一个问题呢是物理效果了啊，自然你往什么东西上扔坨肉它都能盖得住啊。后者呢是替身不起效。七，川科浩作为什么会去灰姑娘的店呢？答案是，按照漫画第十一卷第四十九页的说法，断了一只手的吉良仅仅是强行用替身抓着体型一样的川科浩作挟持到了食材美容院，并且当着食材的面一拳洞穿杀死了川科浩作，然后逼着食材用替身给他更换面容，随后用杀手王后洞穿了食材的喉咙，让他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最后在食材身上装了炸弹，并且躲在了逃生口外面，等追兵赶到后引爆炸弹，躲藏在人群之中。八，可以给阿强或者徐伦一下子来一定程度上改变石之海一战的命运吗？答案是，食材的灰姑娘能力呢在荒木本身之下呀，永次郎被称为地上最强，还不是打不过半原老贼？石之海是荒木老师安排的乔家人给神父助力，最后被秘密皇帝打败，改变不了的，那是创世神的命令。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下一期我将介绍的就是吉良仅仅他爹的替身，想看原子心之父的观众们别忘了三连和预约哦。
我的黑暗科幻小说《一帘幽影》正在现中网堂堂连载之中，希望有兴趣阅读和我一同体验未来世界的小伙伴们加入收藏并持续追书。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